啊，咱一家人非常欢迎，欢迎咱地府先生现打上门。
委员的团结伫遮，咱安尼，即马真巧，后来感谢大家。
迎现场少女。非常的感谢两天的平安照射，咱大家都辛苦的，感谢您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咱大家好朋友，感谢你们。感谢大家，感谢。放假。好来，咱再度，咱来欢迎。咱台中知识堂，咱祖父千岁献大降临，而且中央献大降临。咱台中知识堂所供奉的，就是咱的五父千岁。啊，五父千岁中间由咱祖父千岁坐镇，吼、哦，而且这伫咱地方拢是。已经足久的长辈啊，吼！欢迎盛驾，两天的要见，予大家拢足辛苦的，吼！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再感谢，感谢大家，哦，非常辛苦，感谢大家。咱要迎接的，就是咱苏金堂，咱的潘姑娘，啊，就是讲咱的潘仙姑，啊，是伫咱南平国中，咱的苏金宫，南平国中的头前，哦，咱的苏金宫，吼，咱的潘仙姑，中年现大降临。啊，咱两公的平安要紧，予咱大家非常的辛苦。啊，咱中福宫管理委员会，咱的主任委员，咱的干部，咱的第二号秘书处，加中原县长，支持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啊，咱 UA
感恩啊！大家五下众弟子，大家拢平安得祥，事事如意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大家辛苦，阿咱从从前到咱罗马去吼。来，啊，咱后面，咱搁要来迎接的，就是就是咱南边，咱相对，咱相对内底，咱的花吉祥君，咱的花吉祥君，咱的来降临吼。咱花吉祥君是咱南边相对来住宅。啊，保持咱哪支诶，素食不使不济游客，大家拢非常诶平安。有时咱遮个消防遮好兄弟，不管是在即个或者是地消，大家拢总是非常诶辛苦。而且咱也一路来感谢，咱来感谢伊，谢谢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喽，感谢，大家辛苦，谢谢。好来啊！啊，咱等下诶，哈、哦，麻烦咱较提一撮啊，哈，好一点好吗？好一点哦，因为安全起见，咱大家小提一下吼，诶。好来，咱即马来迎接咱林献堂，林献堂诶主坛，主坛就是咱国父万岁，以及咱开台诶平定君王。来家来中央县大上林，咱中华中国的委员会，咱的第二头家老祖，咱的委员，咱的干部，直接来迎接县大上林。两天的平安要紧，让大家拢非常的辛苦。不只是咱值班，或者是咱遮的吼，咱诶，林献堂的各位同乡吼，咱遮的导游吼，啊，大家今仔日拢非常的辛苦啊吼，啊，而且非常的感谢大家，啊，咱嘛中央献茶来到阮中华宫，来到阮三山公园，阮水接收，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啊，咱连线堂呢，就是伫咱这个荷花边遐吼。啊，咱连线堂内底，咱重用的就是咱的佛父万岁，以及咱的太白的兄弟不同。咱而且非常的感谢，感谢咱两公的平安要见家，来咱参加咱这个活动，和咱的平安要见健家老健健家健快。
一只非常的感谢。主席不在，不得有客，咱连线的人有人参拜你。
天上圣母圣驾吼，啊，而且大家两天的灯啊照结拢非常的辛苦，真向大家讲真感谢。啊，因为昨吼时间较暗，啊较变，所以有甲大家挂着吼，啊非常的抱歉，啊而且甲大家讲歹势吼。啊，感谢大家两天非常的辛苦，感谢你。好啦，啊，拜托咱遮的乡亲哦，啊，咱大家较提一撮吼，较提一撮。
主持委员，你是咱的担保，啊，咱今年后边路主，啊，咱下半下接驾，就是咱的周佩云周议员嘛，是在来甲咱接驾，恭迎咱朱县长天祥圣耀，咱三嘛是同款，咱三人国王县长邓林，咱即马做快捷，就是咱的万将军范将军，咱大家拢一定拢足熟悉吼，咱范将军。哈，咱的小将军拢是咧甲咱做兵的这囡仔，拢咧甲咱保平安。你看咱的范将军甲咱的小将军的头前，拢有甲这个甜甜圈的饼。咱的小朋友有人讲安尼想要较有平安的，咱会当来甲求咱的范将军也是小将军，咱的这个饼互伊吃一个，囡仔学得乖哈。咱范将军甲谢将军两个是非常好的兄弟，啊，非常的默契搭档。哎，恭迎县长。恭迎县长邓林。咱朱社长甲咱祝福中，就是咱拿比咱的角头的，祝福咱的大庙啦吼。啊，今仔日伊这个朱县长。但是我们是朱社长的边仔在的朱县长，什么啊？哪会讲有这个朱县长甲咱这中国长的？因为咱的新村拢无希望讲，啊，咱如果不是讲无迄个能力，啊，咱若如果朱县长甲中国长，咱若走出去，咱的庙内底会较无遐尼啊闹热，所以就是有咱朱县长甲咱中国长，而且。啊，甲大家介绍一下吼，啊，咱朱县长，咱的天祥圣耀，啊，拢非常的灵感，啊，内底嘛是咱负责咱三万块十万岁吼，而且嘛是咱家己的人吼。Yeah.
雄鹰县长到临，来，咱国家再欢迎一下。
一吼，啊，大家特别介绍一个，咱即两位，一个就是咱中山温水三太子的爸爸，咱的副部长黄龙先生，啊，另外一位呢，就是咱的孙斌，就是咱的感谢大家。